家常蚝油生菜，喜欢吃的多吃一点，就是放两颗，我今天就放一颗，因为我在减肥。谢谢大家。今天做个蚝油生菜，这个蚝油生菜配料很简单，就五样：油、盐、蚝油、生菜和蒜末。这个比较长的话，你不好下锅，你就这样，水一定要沥干净。开火，冷锅热油。喜欢多吃油就多点。小蒜末，爆出香味以后就直接下生菜。下了生菜以后，第一步下盐。火尽量大一点。给它断身以后，大概炒一分钟左右吧，有点软了以后，直接放蚝油，蚝油用量大概就这么多，不能太多。把这个蚝油化开，均匀的沾在每一个菜上。这个就 OK 了。家常蚝油生菜，喜欢吃的多吃一点，就是放两颗，我今天就放一颗，因为我在减肥。谢谢大家。